这个是刚刚那个当前虎克伦 Lake 上面留下来的雪水，看这个雪还这么多，那水特别多，今年那个五六月雪下的特别多，所以就很多水。然后那个 Golden 那个 Clear Creek 本来都可以泛舟，那个 Tubing 就是坐着轮胎游泳圈那滑下来那种在溪上面飘的，现在都禁止，要等那个水小一点的时候才准让人家再去那个 Tubing， 就是坐那个游泳圈顺流而下，那个在 Golden 那个地方啊，这个水都会流到 Golden 那边去啊，那边现在水太大都不准大家那个玩那个水，进到水里面去游泳或划水通通禁止。今天是7月1号2019年。